喂，发现什么意思？你电脑直接关哎，机，呵呵，太小。三包，我有，缺货吗你？不缺。外扩。没有 SL 啊。不补。要，八，宝贝。哎呀，好。不平。快快！还要补吗？不用。就一直在那边捡东西、卖东西、捡东西、卖东西就好我们昨天很快乐，了。挺快乐的。他应该要开放子弹也能卖啊，钱都收掉了。还有多的倍镜吗？在我身上。啊，下去啊！嗯。渣男呢、欸？是等人家开车的。哦。浪费时间。
撞不翻啊。好像没人。你有看过？喂，有了。任务是什么？肾上腺素，前十分钟完成一次击杀主攻。对，八倍。对。是。八倍。好。我来了。黄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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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标。哦，金条哎！要等到哪里卖？这边有，这边有那个保险柜啊。对啊。保险柜的。哦。我有一金条，没有，没地方可以卖了。把它丢在一个隐秘的位置。有人。哦哦。嗯，怎么没中？嗯，还挺的。蓝标这个、啊哦，真的、嗯，
中头了，我中头了。啊？搞错。又停了。车后，看不到。啊，车快冒烟了。看不到。走了，没有，这个。哦。懂了，就是要打了。我去救一下。炮杯怎么会？你可以爬下来吗？这个。你头没了。就是那个，就那个一点点肉在外面，它可以子弹打到我，好屌。那个小菇头。我跟一下。那我看一下他在哪。等一下，这个包。刚刚是打我是还在啊？有看到他的位置吗？哦，有呢。啊，有前车了。奇怪，轮胎没被我打坏吗？是的。电脑。这边也有人哦。这是电脑。我头这边要打飞耶。杀手哎！啥呀？啊！哎、欸，这酒不是？这酒不是刚刚那个载具的队友吗？嗯，有可能。我没有人。对啊，是啊，是载具的队友。没有，这 AI 啊！大的现在可以认一些字，还在教他怎么过，对啊，你的韩美啊！我女儿她现在是已经在练习写字了。吓我一跳 ！Twisty mind， 你有没有意思？干嘛？吓我一跳！你带着三头。去哪？地标。他有 AWM。哇哦。有没有吗？对，然后捡呢。好。有要二头吗？这边有二头。
AWN 的、欸。怎样？我靠，会不会起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为什么子弹捡不起来啊？要不然你帮我捡子弹就好了。嗯，来不及。哎呀，那偷机车没、欸？我有啊，我有买了、那個。哦吼 ，sorry sorry sorry sorry， 没抽到。哦，听到那换弹的声音，爽。Nice one, nice one. OK. 哎呦 ，Nice 哦，不急。嗯哼。你的三级草还蛮适合你的衣服的齁，撩的可爱。有认真在配衣服。看看我有没有什么三级草。你配衣服也很认真。你就不用配，你就没几件。阿嬷嬷，阿伯啊？阿伯啦，排位赛啦，等下。排什么位啦？我在带我的猪队友们拿冠军。看。
还有魔狼。哎、欸，旁边有一个，旁边有一只。你不要防区。可以吃，不用。快破，不用。互补。好。嗯，好啊，啊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在说什么啦？收一楼而已啊，二楼是留给你收的。两个。嗯。还有一个。你后面很辛苦嘞。标点啊，路上，对，路上，嗯，路上，路中间，嗯。
左圈左圈。雨宁，地图以前有一台物资车，现在没有。对啊，拿掉了、啊。呵呵。对啊，后来改的地图，大家都太毒烂了。嗯，没有嘞，我很喜欢嘞。不是，到了那个地图。边刚倒一只，对，二楼还有，有两只，一整队就在那裡，下面倒一只，还有另外一队哦，小心哦，我不知道另外一队在哪里。这个就是另外一队，两边都有人在打，危险危险危险！正中间的，正红楼的，嗯，都没人。倒一只，我操！
你们又倒一次。过来，爬过来。这周不是没雨淋吗？没有吗？知道哎，已经完了。我滴嘞！不好意思，喝到、哦。要不要倒一次？太鸡巴辣了。Nice。对，我没有换红点，你没有红点啊？谁？我没有，我没有红点。没有加。你要二倍吗？这边二倍。二、好。那我现在又有两个可以捡了、啊啊、红点不是就在旁边吗？嗯，那二倍要红点看不到。你忘记楼梯刚刚你没有要你不用红点的、啊，用二倍、啊、你都只用二倍啊？嗯，你看不到，看不到的啦，六倍，有六倍有捡到。烟枪子弹呢？要好的头吗？没有，没换。嗯往那个山仓面前就
这里打，那里打。我操！哎呦！哎、欸、屁嘞！我操！操，那在哪里啊？不行，给你打你的头。我要你的头。哎呦，靠北，我是不是打到他头？靠北，我找不到他们在哪里。是是吗？有可能。哦，糟心了。哎、欸，应该不是啊，我刚刚那个 AI 是补掉的、欸。嗯？没有没有，应该不是十二。应该不是哦。给光棍那位啊！别别，停停停，不要动，欸欸欸在我前面而已。然后弹回来，哎、欸。是你刚刚是丢了几颗啦？妈的，没一颗中的。对，没一个中的。烂呢。啊、摸摸好了呀、啊。嗯。哦。问一下，问一下摸摸。对。弟弟出现了。嗯。
某某为什么啦？是过了呢。倒杯子。对，我刚看你不是 duo 吗？嗯，双人哦。哦，他们哦，他的房间没办法。我们四个满了。拉我拉。哦，你好。那下面。OK， OK， Thank you。我刚看你双人呢。我吗？嗯。bug 啊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没有。bug。你不是被老师打屁股吗？哈。作业写完没？啥意思？你不是被打屁股？我也没写完。木哥今天，木哥今天认真玩赛车，是不是？啊！好胜一直胜，那就先给肉鱼打一下喽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木哥怎么没有啊？还在玩？木哥一直埋在里面呢。那么久，亚当，你跟 Tipton 谁比较强？那看哪一方面啊？你指的是哪一方面的强啊？想清楚，说中文。啊，游戏当然他是一定是比我强，好吧？其他的就很难讲。今天江婉瑜 po 了一个限动 po 了一个妹子在打球的限动，然后我就私讯他说我可以约妹子吗，然后他就说是我吗，说当然不是你呢，是那个在打球的呢。嗯，那学生吧。然后 po 了一个身材不错的妹子在打高尔夫球的影片，他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学生啊，可是人家偷弟弟咧，没有上飞机咧，你没有机票，弟弟在接吗？弟弟没有机票啊，我看你四个还准备啊，我还在他们还在数，已经三分三十了，啊，张开张开，卡住了。
紧急掩体三颗改两颗，合理之中吗？觉得那个还好哎，不会影响什么吧？三颗，三颗，我觉得。紧急掩体什么意思啊？紧急掩体照明弹那个掉下来哦，是啊，改两颗，对，而且变小，不要更新的，改那个也没什么。不太对，对战场上的胜负影响不大啊。我们丢出去嘛，掉两颗掩体下来，你就会打输吗？掉多掉一颗下来，干就会打赢吗？当然，当然也是有可能的。刚好有一颗哈，哦，位置比较好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三颗跟两颗差别也没什么差别嘛。然后他还有改一个什么？说什么 Rondo 地图里面有什么听取完什么建议，然后又修改了一些妈没有人看过的小地方，在那边改那些不知道干嘛。哦，改一些建筑那些。会有玩家去建议那个东西吗？说，哎、欸，干，我觉得你这个围墙太高了，你把它改低一点好不好？啊，他妈的，我们一堆人建议他那个。你那复活系统他妈的改掉好不好？不要再用那个烂复活系统好不好？他有听吗？他是鸟都不鸟，回都不回。该改的他妈都不改啊！改一些那些没有小用的东西。啊出一个那么自己挖坟墓的东西，哦，感觉是不错啊。啊他妈的啊！你要做也做好了，我测试自己也测试一下，都没测试，直接上啊！如果真的他们有测试。如果他们真的有测试，那他们这些工程师应该就他妈的要把他们 fire 掉啊！真的有够烂的啊！测试完出来，结果出那么大一个包了，哎，人物直接掉下去，而且人物直接掉下去是 PUBG 从他测试服以来开始就有的 bug， 一直到现在了，还是这样，还是有这个 bug。结果他们现在自己开发了这个挖掘的，结果一挖他妈的人更掉下去，直接掉下去。干，那工程师真的是他妈的智障嘛？这真的只能用智障。然后那个总监也有问题，好不好？你他妈，你总监你自己应该要有测试团队之类的吧？说，哎、欸，哦，监督一下說，说这个新的功能有没有测试过了、啊、？OK 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要上喽。哦，啊，结果一上出妈出包，啊、他是不是要负责？他、啊、也不出来说明一下說，说哦，我们发现那个有问题，有紧急，先把这个功能收回，哦，造成不便，请尽量，就这样。很烂。好，这就是我对这一次更新的想法、心得。有点怕哦，没有贴喵啊，没办法，我不会贴喵，喵有打到人不错了，声音持续有点久，枪声持续有点久，没办法，瞄不到他。啊，早就该拿这个了。还捡到，我就捡了一把枪，就捡枪。来，
试一下 Scar。我觉得值得拿，值得一拿。他射速也只不过快那一瞄瞄而已。没有雨林，很不想打。他妈的雨林啊！雨林都他妈的老鹰逼，你是老鹰逼是不是？嗯？靠，歪什么头啊！我操！垂直。好，我是单一枪声，然后右上角就有红色资讯的你们。大爷，你不是，你不是这个，你不是这个范围，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啊，不一样，啊，是这个世界外的人。你现在只有上线领奖励的功能而已。Nice, nice.他头盔怎么飞掉，欸？喷！锤子！人皮！在隔壁。还有一个呢。What？ 哦。找包呢？哦，第一个倒了！我操，你怎么打头了？那个，为什么你顺道打了个五号啊？谁？我在跑过去的过程中，对，那五号应该是真的吧？真的了？没有吧？看起来别气别气的呢。我们过去帮亚当。嗯，正在路上。嗯，没看到。又倒一个。应该还有人。哎呦，错接！啊，滴滴死在哪？这个是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一包，我是这是补的还是直死的？补的，补的。是不同队的。对，不同队。这包，你这包，没有没有晶片，啊？可能在某一个人的包里。我来问会，我跟狗一样，没有，隐藏式搜索。没关系的，在他身上啊，在他身上。好，我捡了。因为我记得有复活台。我直接去复活台哦。哦。他们没有全死完的。有人。对啊。我看到了。哎，他刚进来，他竟然不打我。哎，不是啊，那是 AI。嗯。是这队。好像从五号开始就是。有六倍，你不要。我有八，你好吗？我有八。哦。
我就正大光明丢在桌上。真笑。直接丢晶片在桌上。一定想不到我这么正大光明。是是是是。哎、欸。Hello， 拜拜。开始这个吧。拜了拜了。有人跑过来。应该是电脑。为什么我觉得 Sky 哦变得很强？拉贡，我没有枪口。还复活？还没复活？还没，还没，再跑，再跑。你还有五和二秒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。下一个地方吧，应该都没人了、啊。都没人吗？嗯，只有到四号队而已啊。只有到，对，只有到四。我有车，我有车，我有车。好，看我在这边搞车。哎呀，那是大小，开车小。枪支的什么？枪支的什么 ？AK， AK 伤害加一点，然后什么没有关系，加伤害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听说 DBS 的射速变慢，就这种改是没什么感觉。几毫米的球感这样。
尬，很 AK。但是，对啊 ，AK 啊，可能还有人拿啊。尬，我是真的没看什么人有在拿。我只是好奇，拿来用用看而已。但你要真的长期都要用 Sky 哦，是不可能的。而且塞真紧哦。这车有点不受控呢、欸。啊？这车有点不受控呢、欸。这台本来就很难开了。洛伊那边有车吗？我记得有，我去有。要不如就是把 Sky 哦，举标的集合，子弹改成762。其实你如果有玩其他很多游戏 Sky 哦，他是762的子弹，不用。还不死，完了。什么二？哇，又是怎样撞到了？嗯。我操！先观察一下，看一下这个过程。好。这边停台车哎、欸。对、啊，举车对不对？嗯。是不是啊？哇，不用过去。不用过去了。嗯。去搜一下，自己牵涉你一个人顾小孩，是吗？你老婆？哦，那、啊、你就丢给你妈。嗯，你上班的时候不是也是你妈在顾我，是不是？还是要不然你们上班的时候谁在顾？
吗？对呀、啊，没看到人嘞。没看到，走一下，走一下，走一下，不晓得，走这里，然后用那一点香，一点包，有没有针啊？没看到，空投里面没有。嗯，多一件三千。你捡啊！啊，又回去捡一下。你待在上面，刚刚这个房间就可以了。兔子那边有一只电脑，送一枪。绿标有一只，绿标有一只，左边一点。你打哪个的？不是，是绿标的。我的为什么不见？有电池吗？哎呀，我 AI 不见了。哎呦。我看到了。你讲一讲。你怎么都会跑、啊？剩一只，剩一只。对啊，刚刚就只有四组，真的。哦，在这儿。
来人安安。嗯，为什么这个很哦？还有一个，差一支针，捏捏。这么急哦，你现在回亚服玩一下好了，玩一下东南亚好了。好、哦。哎。为什么我断线啊？不知道。你们进去了、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啊，只有你断线。嗯，好吧，啊，那就改吧。浪费时间。SEA。
go go go！ 跳跳跳！难怪是你看不到我惊吓的反应。过一阵子再开啦。有人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想吃宵夜怎么办啊？Uber E， 我的 VSS 要帮我解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爱啦，干，不吃。都没有枪啦。又是 VSS， 干！你怎么都没有枪啊？完了！六倍。好。二倍要吗？二倍，二倍不用。好，哦，就门口就好，不用上来。这二倍了，不知道几楼。OK。所以你为什么不丢在一楼呢？你为什么一定要上来呢？好，运营回去一楼。你家店？不用不用。你又是？
你要建一楼、嗯？不用、啊。哦，不用。我没有要。No, I don't want. I don't want. 我需要扩人。嗯，我刚捡好几个。嗯。在这里。盐水鸡、麦当劳没了，那鸡排、鸡排啊，你说你要什么？扩容，布布，哎、不用，有了，捡到了。扩容还布布？扩容，扩容，扩容，扩容。那你要布布还要吗？不要了。空中康囊，我最近的都不点啊！你最后还是点鸡排的啦，最后还是要点鸡排的啊！谁啊？大爷哦！鸡排，鸡排一定要点专门卖鸡排的，好吧？不要点那种盐酥鸡的鸡排，妈的超难吃的。可是专门卖鸡排的鸡排又很贵，现在一个鸡排外送都要100多。什么？我以为你要给我。没有，我操！为什么瞬移啊？就怕啊！啊！说好的很多扩容，真的啦，那边已经有。一二哩！哦，终于有，终于捡到一个。你们 AUG。我刚刚丢一把，好像在大仓哎、欸，亚当那个大仓，看到了，好像啊，到了整张图，哎呦那边对那边有，哦，你可以拿 DBS， 不是我的专，不是我的专利 ，DBS。麦当劳现在有板烤鸡腿堡跟照烧猪，为什么这么少大包、啊？这两样我都不会点呢、欸，因为那种我觉得那种调味都太重了，我还是打包会点，就是可能吉士、牛肉吉士堡，或是大不是啊，大麦克，或是那个什么往后面。我妈每次去麦当劳或肯德基都只会点冰大鸡腿堡，都不会点其他的。那鸡腿，哇，我奶昔啊，奶昔可能就太贵了吧。哇，三个落闪嘞，快跑、啊！兔子人落闪了，是啊，先跑去亚当那边了，先跑去亚当那边，先跑，先跑，我跑了，没有，我是来牵车的，再见，别打我 ，OK， 拜拜，再会啦。
这背包还蛮可爱的。你说小猫猫？对啊，有只猫咪。嘿嘿嘿，被打，这边被打，这边被打，这边被打，身后身后。走不到他的位置啊！啊，在车废车后面，那他往左后跑了。回头也是你敲的吗？哦，应该不是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就已经先下车了，你为什么站在我前面呢？我他妈一个大包就这样没了。啊！这么巧，就我刚才没收到大包。对，啊 ，OK， 还有两个。啊 ，OK，OK， 感谢。那为什么你都收不到大包吗？因为你都瞎收。瞎收一通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收到你屁股后面真的很痛。不干不净，去了没病。哇！我看到熊在跑，我以为是山。蛮像的。是在石头这里而已。我以为是人呐、啊。嗯。不能再往左啊！再往左有熊。屁的！有一只往右。哎、欸，好呗。很好，我的头也爆了。上面都是有一个，往后跑了。你怎么？上面两只。黄标两只。好。为什么他们不会被熊打？有死一只，找一只，对，我，呀，又倒，三倒了，三倒，三倒，要当倒了，啊，出圈的，啊，我没烟了，不要当烟，我有烟枪，我有烟枪。靠，这只妈的不知道在哪里啊！在右边绿标那附近，他在烟里就。我烧着一只绿标，绿标说，点不到，好悲哦。是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哎、欸、啊！绿标倒吗？绿标倒吗？绿标倒，绿标倒，绿标。先救他，先救他，先救他。啊！死光死光死光！我
没事，我也死了。哇，救得到吗？拿晶片。奇怪，他们这么靠近熊，怎么都没有被熊揍啊？不知道呢。熊熊不做事哦。熊熊都只会打电脑，喂，靠边。那边有复活，直接复活。啊，所以看。可以不要吗？四圈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按。哦，他有保安室钥匙，但他没有用。可能就是要用这台。开车走吧。快走哦，走哦，嗯。等等，有五圈呐、啊，不要进去开一下。嗯，好。你们只剩不到一分钟。对啊，对啊，算了吧。啊？别走吧。我是觉得不要了。开一下，开一下，门口等我。你们补够哦，可以可以。看起来就很难吃。你在雪地穿草衣？哎、欸，真的真，哎、欸、真真，这边地板地板，没事没事。进来，可不。你们缺饮料？够。嗯？没有。够够。够的够的。里面有人哦，预标人下烟，那还要去有人去举标吗？那还要去举标吗？下这里就好了啦。好、啊，下黄标，下黄标。好 ，OK。预标有人，左边、嗯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边对这边，后面也是有，在这里。那、啊、你怎么打了？应该是被绿标打的。好、哎、呀。嗯，这里。哦，还要上船。呵呵。哦。全很小。赞哦。赶紧回来啊！我看你的迷你又不见了。这边还有一台。那我就下去捡你的包咯。好、啊，哎呦，哎、欸，这边有一包，这边有一包，两包。干。哎、欸。打死吧。你呢？有，不用捡了。两个。游戏断掉了。里边输一个，左边还有一个。哎、欸，是怎样？现在是怎样？倒了。情况。大谁啊？上来三个。
一个人断线，就这样。傻眼呢、欸？对呀、啊。哇！咕咕。大家晚安。死光了，操！妈的嘞，直接断线他死了，游戏崩溃，真棒的。有人呢、啊？你好，好。四个，有。有一个，有，他们都要抢，全部都抢，我来不及了。哪里？在哪里？隔壁仓。打一个。好的，我先救一下。好。有枪就打了。有急救包吗？没有。靠北，我操！不准。草堆那边有一只，
对了。哦，八。哎、欸，我他妈的，这在门后这样子。嗯，哇，哈哈哈，我的失败，哎呀，五百等大佬，嗯，不信呢，嘿有人呢？是有人呢？对，嗯，四个，四个。好呀。到处是人，很小。绿线上都有。
没有事。你隔壁是不是？嗯。好。我没东西加的。好。就不要打了，好。就不要打。不要打在里面，这边。我看到，你掉了。指标也有一些。好。我这边好像有人。好。隔壁隔壁一只。哎，举标的死了。哦，那没了。全死了吗？应该是全死。我有四个六倍。好。我操。四个六倍，好，好的。哎、欸，八倍。嗯。我跑了。我拿，我拿。嗯。有了，有，缺枪口而已。缺枪口，好。你当有开麦吗？嗯，有啊。认真，嗯，很认真在剪，认真剪急救包，剪不到半个。二倍在哪里？我知道。好。
嗯，那他这次都没有改电动小巴、啊。嗯。妈，你看，该改的不改，妈的。直接播一个音乐的电动小巴。对啊。他现在是分不出来从哪里过来的吗？应该是吧。不知道哎。它是黑色的、啊、哦，这是 skin 哦。嗯。哦。而且他这次更新说那个钱钱拿掉了，他也没讲，应该不知道吧？他不知道，他可能不是对啊，他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啊。那可能没发现、哦、小彩蛋呐、啊，留给你的小彩蛋呐、啊。啊！嘿嘿嘿，别下车，别下车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有人啊？不要被抢，不进死，那不是直接死吗？没有，倒了吧，倒了吧，我刚看是倒了。
是你们下的吗？我下的。爸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举标，举标。左边也有一只，打、嗯、nice。哎呦，举标，伤口。有没有外面？外面。我听到踩地声。好嘞，来了。跑到后面去了，是不是？可能。还好，还好。我不确定他在哪里。Nice。在围墙了。哦，什么这么多只？拉布翁。在绿标角落。来了，对了 ，nice。等下还还有人在打他，哼。我们这里还有人哦。好。好。都空投哎。嗯哼，来了来了，好，举标举标，来了来了，没了，这栋，进去这栋，我看到一个，看到一个。二楼吗？对，啊，不确定。南边那个窗口。啊。一楼一个。啊。好，举标了。我下的。二楼。谁开车？不是敌人，有人。不是我们。开车的，
刚开进来哦。你不要讲，进去了。打，开车那个打。OK。我楼上还有一个。OK OK。还一个人吗？应该是。开车一个，开车一个。哦、开车一个。啊？谁破窗？不是我破的，没有，我没有，他们破的。他们没有没有。我是打玻璃的。哇，被丢进去了，操！他们可能往后了。哎！上一下，上一下，上一下。在屋檐上。啊，这最顶上是不是？是，没有，在。后面还有一个半层。好、哦。对，你先看那个半层。还在这。哎呦，打到。我打不到、啊。他没打赢。你不要那一只，因为还两只哎。我们在跑圈呢。嗯。右边那个刘表快，你没进，你没出去。没办法。拜拜。哇。骨头哦，五圈了。嗯。五圈呢。好像来不及了，你来，我也来不及，你来不及不行，哇，没法，来，拜拜，啊，怎么就默默的无第五阶了？控制引爆时间，手雷就是都是五秒啊，你就算一二三四就丢出去啊。而且在丢雷的时候，他不是都会有按 R， 不是会有休息的休息。好嘞，嗯。休息的休息。睡的睡，咻咻咻！我打死。嗯、是你按就是要丢出去的那个，比如说你现在拿手榴弹嘛，然后你按右键、喔、左键按左键按住，然后按 R， 它就会预先拔开那个插销，然后它就开始倒数了。但是这是一般场才有那个时间条，如果你是玩竞技的话就没有。